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现在时间早晨的7:37，我是夏志平。大家早安，我是郑婉如。在今天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要跟您讨论的是有关于酒驾肇事的这个新闻。酒驾肇事这个新闻可以说是几年来啊，这为什么一直不断呢？隔一段日子，我们就会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一个让人遗憾的消息。怎么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呢？是这个讯息啊，其实可以提醒到大家，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防治它？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法令上面会不会罚的不够轻？不够重？或者说是怎么回事？这个是值得探讨的啊。我们特别跟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连线的对象呢，其实是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的秘书长王佑林，王秘书长。秘书长您早。两位主持人还有我们早安台湾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是，谢谢秘书长。其实在今年五月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让人遗憾的酒驾新闻了。是，然后我想请教您，就是这些酒驾新闻其实从来都没少过啊，从来都没少过，每天都有。对，是。我想先请您来告诉我们一下，台湾的目前酒驾肇事的这个数据啊情况，大致上情况是如何？跟过去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其实，在因为酒驾其实相当严重，我们曾经高到一年有720几个人是因为酒驾哈，就当场就死在车祸现场的。那其实政府也很努力的去推行了一些的政策，然后在去年因为有曾玉慈医师，就是台大的急诊室的医师，他自己都被酒驾被撞死了，他以前是在急救别人的人，对，后来我们才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协会哈，专门希望来做这个酒驾的防治。那政府它警政署现在公告的资料是，我们的酒驾的死亡的人数确实有很比较高的幅度的下降。不过我们看到的是警政署所公告的这个资料呢，是车祸当场死亡的。车祸当场死亡的，所以包括了他之后再死的就没有列入这个统计了哈，所以这个数字是有一点点经过了不是那么的确实。好，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去年我们一整年哈，因为酒驾肇事伤亡的人数是9527个人。换句话说，每一天大概有26个人受害。是伤亡人数是包含受伤的，受伤跟死亡的。受伤跟死亡的。那今年第一季呢？今年第一季呢？因为我们的警政署的统计就是说，它所谓有 A1 跟 A2，A1 就是24小时之内死亡的人，但是警政署它对外公告的是只有当场死亡的人数，对，那他如果归类到 A2，就像我们曾医师归类到 A2， 也就是说，他超过24小时之内死亡的，就叫车祸之后到院急救不治伤亡这一块，算 A2 吗？不是，第一个是当场死亡的，和送到医院急救24小时之内死亡的，那它就归类在 A1，对，但是超过24小时之后死亡的，没有在警政署的这个资料里面，没有办法再继续追踪，因为它就会跟伤亡的就通通在一起了，对，了解。但是我们想说，我们要看一个酒驾事件造成的这个对于医疗跟社会成本的支出跟什么，我们还是把它伤亡死亡跟受伤的人数统统都统计，因为他虽然没有当场死亡，可是他受伤，他可能会遗留下来非常严重的这个失能或是身心障碍的这种状态，
他可能更需要一些社会的支持跟帮忙。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协会的名字有点长，叫做酒驾防治跟社会关怀的意思是，我们也会做后续的这个受害家属的协助跟关怀在这里。嗯，就除了前端的防治工作，还有后端的受害者家属的社会关怀，这都是协会关注的。是我们做这个做这两块。嗯，其实哈，我们真的罚的蛮，警察真的也很努力。嗯，在追在抓哈酒驾，你知道警察抓到一个酒驾记三个嘉奖。对，有这样子啊，抓到酒驾是三个嘉奖。对，所以警哦，所以抓得很用力啊，抓得很用心，真的很用力。对，那我们刑罚也增加了，也就是说在去年的六月曾医师过世之后，所以他就把刑罚增加了。也就是说只要你的呼吸，你的这个酒测值你在0.15，你就会被罚款。那如果你超过0.25，你呼气你超过0.25，你就要被以公共危险罪被移送。被移送，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0.25是指喝到多少啊？如果我们就一个比较详细的来看，两罐秘鲁，两罐啤酒，就对，就是就超过了。对的，秘书长是罐装的还瓶装的？罐装的，对对，真的好严格。是，所以我们就一直说哈，你不要想说。我跟他我再喝一下而已。对呀、而且啤酒的人可能当开水喝或者当汽水喝。但是你因为你不知道，当然这个我们现在是比较严格，因为过去还要测你要走直线呐、就会判断，还会做一道的程序，就是说去判断你到底有没有达到酒醉或者是不能走直线影响。现在没有了，反正现在你只要就吹气超过了就移送。对，所以这个我们说是世界最严格的这些刑法。但是从去年从六月开始啊，那我们被移送的人数其实是增加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说酒驾被抓被取缔的人数酒驾的人数是增加，因为他也许没，但是他并没有减少，只是因为刑罚增加了嘛，变得比较严，所以他被移送的人数就增加了，就跟着增加了。对，那我们秘书长，我们这时候先打断一下，先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被公共危险罪移送的话，你会怎么样？就接下来呢，你会被抓到警察局去吗？你不只会被抓到警察局，你还会被移送到检察官那边。对，那检察官呢就会。看你的他大概会看你是不是累犯。如果说看情节的轻重，对，看情节的轻重，然后他就会起诉。严重的话会起诉，即使他没有撞到人，但是还是会被起诉。对，他会被起诉。对。所以这个马英九总统他说，是不是可以另外再立一个法，就是说我们就如果抓到了你还没有肇事，我只是发现你有酒驾，我就立刻先把你羁押24小时。那个叫做预防性羁押。那个中国大陆是这样子做了，但是台湾在谈到这个的时候是会说他其实是有一点点人权上争议。人权上的争议啦，好，所以后来也是。就讲了以后就没有，也没有办法进行。好，但是就是现在就是用非常多的警力去，他不只是晚上，他白天也会。因为有些人彻夜狂欢嘛，他就喝到白天。对，很多的酒驾事件反而是在凌晨5-6点的时候发生的。好，那我提供一个数据，就是说检察官起诉大概移送的这些人数当中，有60%大概会被移送，会被检察官起诉。是。好，那起诉的呢，到了法院当然还要判嘛，法官大概有九成多会被法官判是有罪要入狱的。那去年呢，你这个数字其实蛮惊人的。去年一整年呢，他因为这个不安全酒驾，当然不安全酒驾包括了除了喝酒之外还有吃药，包括那个很少。
对，就是不安全这个酒驾入狱的人有7038人，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小心，不要一小对 就以为喝酒没怎么样，但喝酒可能会导致你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啊、对、虽然是刑期大概都大部分是在6个月以下，可是你想想看，你就留下了前科、而且你可能丢掉工作，因为你进去关了以后你就不能工作了。6个月以下不能一颗罚金吗？现在他有一些比较比如说你这个致死，或者是你已经让人家受到重伤的话，这个就不能一颗罚金，一颗罚金，对，就是一定要坐牢，吃牢饭，对，是的，对，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线上为您访问的是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的秘书长王佑林王秘书长，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酒驾这个，我们天天看到这样的新闻，但是呢，有没有办法可以有效的来防治酒驾？同时呢，待会我们有时间也要请秘书长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这个社会关怀的部分啊，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个防治的部分。那秘书长，我想继续来请教您，也就是说，如果要有从根源的地方来防治酒驾，你协会这边有没有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方向是什么呢？其实是这样子，在美国呢，他们对于贩卖酒类的这些服务人员，他们赋予他责任，就是说你要有两个责任，第一个是你不能卖酒给那个明显已经喝醉的人，还有就你不能卖给青少年未成年的少年，对，所以呢包括了这个餐厅夜店像这个有卖酒类的，他们的服务人员是必须要受训的，受5个小时的训练，这5个小时的训练就会告诉你说有关相关的一些法规命令，那你怎么去判读这个酒精对于人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你怎么这样判读，那如果遇到最重要的是他还有食物的课程，所以如果遇到这样你要怎么去协助帮忙，对，所以他们一定要上课，那包括便利超商他是要上3个小时的2到3个小时的课，而且他们会纳到就是你一定要上这些课，当然你才可以拿到执照，你才可以卖酒，你才可以卖酒，这是在美国，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我们就试试看，因为台中市的市长胡市长一直很生气，对于酒驾的这件事情，因为在台中他们抓的也很严，可是台中的这个酒驾伤亡人数还是最高的哈，是，对，所以他才说他要让我变成酒驾者的地狱，那他也提到这样的概念，我们也建议说你要不要从源头开始做哈，第一个是让这个餐饮业的业者卖酒的这些服务人员，他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然后他就可以第一时间就告诉劝告，或者是就是帮忙，他说我把你这个轿车这个代驾，或者是有提供这个轿车服务，或是代理驾驶的服务。可是贩售人员是可以这样子建议啦，但是很多喝酒人说我没有喝醉啦，不需要这么麻烦啦。这贩售人员也没有他强制的能力。他也可以跟警方做合作呀，提供通风报信啊，这个当然我们就 under table 做了哈，对对对，然后警方就会可能就在第一时间就把他。让他不要再继续开车，当然这是一个美国的做法，就是说在餐饮业就开始做，那也有就是他们也会这样子，就是加重这个就是他如果逮到这个酒驾的人，他就会去问他说你刚刚在哪里喝的，然后警方就会写一封信去给这个店家，说我们有这个追查到那有人在你们的店里面喝，就希望你们比如说这个店里面他们就可以要求说你可以贴出这个不要酒驾酒后不开车的这些警示的海报标语对海报，或者是提供给他代理驾驶的一些主动的服务这是那另外在日本甚至在美国他们都有就是他们认为
酒驾是一个准犯罪的行为。嗯，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去防范他的责任。是。所以呢，在酒驾的同车或者是贩卖酒类的餐厅或者提供这个车辆的人，都会有连带的责任。在日本呢，他是甚至到可以刑法了哈。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个法可不可以也定起来哈？可以入法，但是我们先罚钱，先就是让大家提高警觉说，那个发生酒驾这件事情，人人有责，大家都有责任去防范这件事情。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在立法这边做一个努力的。当然哈，大家都很不高兴了哈。嗯，对，但是我们觉得像一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而且每次都是真的看起来看的那个新闻，我们都会觉得很流泪。我们自己的理事长，他就是曾玉慈医师的妈妈。嗯，他现在只要。现在还没有过年，还没有对年呢。他只要一提到，他就非常伤心，就是一定是流眼泪。好不容易一个女儿这样子，扶植培育长大，然后他可以做一个医生，对社会大众有一些帮忙的时候，他就走了哈。提到这一块啊，秘书长，我想请教您，也就是说，我们协会其实名字里面有社会关怀这四个字，那对于社会，就是说。对于这个不管是酒驾的受害者来讲，或是你去酒驾这件事情啊，这个你也许你需要服刑，那你的家庭就破碎了，因此啊，或者是说这个需要人家来关怀，因为你丧失了经济能力等等，那这些我们会怎么去实质关怀他们呢？我们当然协会刚刚开始，我们就是的能力也比较有限，所以我们会第一服务的是。酒驾肇事的被害人为主，对、哦、那肇事者当然我们会提供，不过他可能会排在比较后面，比如说他会产生马上那个他的孩子，好，特别我们比较关注孩子的这个的这个利益哈、如果说他是酒驾肇事者。好，他自己是肇事者，那他的家庭，特别是那个孩子有马上就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协助跟转介。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社会福利的体系，那我们在这个受害者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提供第一时间的陪伴。因为他刚开始酒驾的时候，大概家属都六神无主，可是那时候。会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第一个医院哈，可能医院如果他还是受伤的啊，那医院需要处理，或者说他已经不幸已经过世了，那有一些事情要做，比如说要做除籍的工作，最重要的是那个车祸的证据的收集，那个很重要。对，比如说我们要陪同他到现场啊，跟警方，我们要看看这个现场的图怎么样哈、啊？我们会提供他一些整个收集证据。另外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协助他去跟被害人协会那边申请啊，我们马上要对于。这个肇事者他的财产做一个清查跟假扣押，因为通常就很多车祸发生，对方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如果没有诚心悔改，他很快就会把他的财产移转，对，让我们求偿无门。好，那我们也会提供法律咨询，我们跟中华民国这个车祸受害者协会的理事长啊，他们有义务律师，那我们跟他做策略联盟，我们就会把这个受害者转介，他们会先提供这个免费的法律咨询，那当然要打官司，那就是还要再进一步再谈，但是这些初步的陪伴哈，然后协同去办理一些可能必要的一些工作。是，假设秘书长，我是受害者家属，我第一时间可以怎么做呢？可以立刻打电话到协会吗？对，他可以打电话到协会，2393-1686。对，2393-1686。那我们正准备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也转我们手机，也就是说任何时间啊、打来，我们都有人可以做，先做一个简单的回答。是零二啊，台北的电话，对，02-23931686。嗯嗯，好的，这些资讯都非常非常的宝贵哦，特别是我们看到了现在有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呢，要来一起来协助受害者啊，就是也许你今天很不幸啊，你的家人不幸被这个肇事者所伤害了，那么在当下可能没有任何的这个援助的时候，协会可以提供陪伴，可以提供这个证据的收集，还有甚至于后续的这些法律的相关责任的理赔咨询等等啊，这些我们都可以提供。所以呢，各位听众，这些资讯啊，真的必须要是保留下来，对，备而不用。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被遏制，就是酒驾这件事情可以因为立法，可以因为这个罚则的加重而被遏制啊！我们今天是非常谢谢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的秘书长王佑玲王秘书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秘书长，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